Thank you.
是依靠我自己，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，改变我生命，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。从我愿让你来照耀我脚心，不再用你前进，依靠我自己，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，改变我生命，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。再用力坚持，依靠我自己，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，改变我生命，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，走进你心里。主，我好想，因为不是我做得挺好，因为我相信你很爱我，你好想去再让神的爱带到更多充满你的。我想鼓励你，我举高你的手，举高你的手。你说主，不是因为我今天的状态是怎样，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爱我，你会捉我。所以主，我们需要你。
當你覺得，當你遇到你同年齡的人開始結婚同埋生仔，你會覺得你係長大。但當你遇到你牧養的人，他開始結婚，你會覺得你開始老。所以你知道你是長大還是老了都不知道。我們今天報告先，奉獻經文先。今天奉獻經文在創世紀第24章，25章。經文在25章1至5節，請聽我讀啦。他說亞伯拉罕再娶了一個妻子，名叫基土拉，他為他生了森蘭、約蘭、米旦、米甸、伊斯巴和舒亞，約旦又生了士巴和底但的子孫，是亞孫利族、利都士族和利烏米族。米甸的兒子節奏，米甸的以法、以弗、哈羅、亞比大、以勒達，這些都是基土拉的子孫。記不記得啲人名啊？記得啦。重點嚟啦，第五節。亞伯拉罕把他一切所有，一齊講一切所有。嚟多次，一切所有。亞伯拉罕將他一切所有的都俾咗邊個啊？以撒。第六節他就話趁他咧還活著，亞伯拉罕活著的時候咧，就將他的財物都打發俾嗰啲其他的後裔。亞伯拉罕咧，其實佢唔單止一個老婆啦，經文講咧，佢仲娶其他的老婆，並且生了其他的後裔。但係咧，神應許咧，佢話以撒係唯有成為佢生命裡面嘅合法嘅兒子，同埋咧後嗣，一齊講後嗣。後嗣即係話佢可以承繼產業。原來亞伯拉罕臨死的時候，他有很多的福分、很多的財物，但他只是記得一件事，就是原來以撒是他最合法的兒子、後嗣、承繼產業的。所以他臨死的時候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將所有的財物都打發其他的兒女走，然後將他所有一切的都給了以撒。我想說什麼呢？原來我們是天父的合法的兒女，是不是？我們是天父的後嗣，我們可以承繼產業。原來咧，亞伯拉罕想講一樣嘢，真正嘅兒子咧，就係能夠將父親所有嘅嘢都完全嘅去俾佢。如果有人同你講，佢話你係我嘅女兒，即係話你係我嘅女兒，我要將我一切都俾你。我相信你收到嘅唔係只係財物，你收到嘅係一份愛。所以讓我都明白，原來天父睇我哋都係個兒子，一個後嗣，佢將佢所有一切嘅都俾我哋。所以我們可以學習去信靠祂在錢財上。我們一起為主奉獻金祈禱。天父，多謝你，因為正如亞伯拉罕，你興起亞伯拉罕成為萬國的父，你要藉著亞伯拉罕去彰顯父親的心，父親就是願意將一切所有的都給祂的兒女。天父，我們多謝你，藉著耶穌基督，我們是你的兒女，我們是你的後嗣，我們能夠承繼你一切的家業。所以父你所擁有的，好像耶穌所說，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。主啊，我們可以說一句話，凡天父你所有的，你都樂意將萬物白白的、厚厚的賜給我們。父，我們知道一切都是屬於你，你都樂意將一切的賜給我們。所以求主你將祝福我們，給我們有一個樂意慷慨的心，就如你是一個慷慨的父親一樣，讓我們在金錢上，縱然是我們可能小小的一個金額，但是你讓我們學習一個樂意慷慨和被出的心。求主祝福我們，使用這個獻金成為你國度裡面的祝福，擴展你的國度。我多謝你，我們這樣感恩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一主保證全奉獻袋。我想報告之前，我經常怕我不記得一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我很想告訴你，你在這裡你是什麼呢？你是被歡迎，同埋被咩啊？被愛、被接納嘅，所以幫我拍你左邊、右邊同佢講，你係被歡迎嘅。我想問有冇一啲係提一提我好唔好啊？組長，有冇一啲係你望下你左邊、右邊有新朋友嘅，或者係好耐冇見佢翻返嚟嘅？其實佢話唔知，好耐冇。咦？咩事咧？咩事？我感覺到就有啲氣喺呢度。係咩事啊？咩事啊？好大件事。
好大件事，咩事啊？就嚟吓亲啊！就嚟吓亲。水分嚟啊！水分嚟啦！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我系我。仲有冇新朋友或者好耐冇翻嚟噶？有冇啊？边度？边度？系咪？我隔篱嗰个新朋友嚟噶。上个礼拜，我再认识到你一次嘅，叫咩名 ？Caleb，Caleb，OK， 我哋欢迎 Caleb。我住你隔篱嗰个新朋友嚟噶，系啊，哦，系啊，系啊，佢点称呼啊？新阿乔，哇，咩住咩住？阿张冇啊？张冇啊？仲冇新朋友或者可能边度？最后，有两个，咁啊，凉粉帮，问下佢哋叫咩名？高石生，欧家强。Okay, 加強，黑色衫，阿希，我哋俾掌聲加強同阿希。好，我哋報告啦，明珠，冇報告，零報告，哦，收唔到，係咯，有報告嘅，下個禮拜咧係主日係星期幾號啊？28號，咁啊，23、28號，大家記住去邊度啊？烏溪沙啦，咁啊，如果你唔知咩事嘅話咧，你即係散咗會去問我問組長得嘅。咁其實咧，我哋下個禮拜六日咧，我哋有個喜樂萬年嘅相聚營啦。咁如果報咗名嘅話咧，就可以去入營啦。咁如果未報名，仲冇少位啊，陳哥，仲有嘅係啊。咁啊，哇！咁啊，如果你好想嚟嘅話咧，咁你都即係預咗聚會同我講啦，或者同組長講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嚟唔到嗰個營會，可唔可以嚟參加崇拜啊？可以啦。咁啊，就喺烏溪沙啦。咁幾點鐘啊？九點半。不過你九點鐘翻到嚟，歡唔歡迎啊？歡迎啦、啊，為聚會祈禱嘛，係咪？咁啊，但係聚會係十點鐘啦，翻到嚟早啲祈禱。我今日睇 schedule 係10點鐘嘅，咁啊可以翻到嚟烏溪沙啦。咁啊，咁另外咧就係、是、今個禮拜咧係8月嘅第幾個禮拜啊？第三個禮拜啦。第三個禮拜知唔知我做咩啊？鼓勵週啦。咁所以咧，可唔可以幫我咧每人攞3張卡啦，去？然後咧唔使揀噶啦，抽3張，然後傳俾隔離一個，跟住咧自己攞3張傳俾隔離一個。咁我哋咧寫啲鼓勵卡。其實咧呢啲鼓勵卡咧，有冇人係真係睇過然後被鼓勵噶？有冇啊？有喎、哦，都有喎、哦。咁啊，有一次即係有個人啦寫卡俾我啦，話俾我聽，你好多短宣喎，咁啊為你祈禱，咁好被鼓勵。所以咧，我哋不如傳咗先啦。我哋有少少時間咧，我哋寫一張啦，好唔好？我們有幾分鐘的時間，所以唔該真係有思考嘅，俾少少音樂我哋。咁你只要咧反喺後面空白嗰面咧，咁你就上款就寫你想寫俾邊個啦。咁我哋通常3張就咁寫嘅，寫俾左邊嗰個啦，同埋寫俾右邊嗰個啦。咁第3張你想寫俾邊個都得嘅，咁啊然後咧我哋寫完咧，我哋喺後面咧，我哋就會有一啲其實咧大家名嘅一啲嘅入嘅窿窿，咁你可以入翻一個屬於你寫俾嗰個人去鼓勵佢啦。所以我哋不如一個寫俾左邊，一個寫俾右邊，第三個就寫俾你想寫嘅一個人，好嘛？寫啲鼓勵去祝福佢嘅説話啦。咁我諗有幾分鐘時間寫一個嘛，應該唔使好長。
好啊，如果你寫得差唔多，我哋都圍住一間我哋聽神嘅話語。今日有新歌啦，梁宇新牧師嚟到同我哋講到我哋祈禱，我哋圍住聽神嘅話語祈禱啊。天父，多謝你俾我哋一齊去聚埋一齊，我哋一齊去經歷你嘅愛。啊，父啊，我哋知道我哋唔係一個孤兒，我哋係天父你嘅兒女。父啊，你求你用你嘅聖靈去祝福我哋，用你嘅聖靈去感動我哋嘅心，讓我哋嘅心係被你嘅聖靈去觸摸，去帶領我哋開放我哋心去經歷天父嘅愛。父啊，因為你今日要去釋放關於你作為你天上嘅父親點樣愛我哋嘅信息，求你都繼續嘅藉住你嘅聖靈去感動我哋，充滿呢個地方，讓你嘅聖靈帶領我哋進入一切真理裏面。主啊，多謝你，求你與我哋同在。我哋咁樣感恩禱告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